美丽的百步之乡金峰乡2013年的联合年祭在27、28日盛大展开，在27日的祈福和开幕仪式完成后，28日开始一连串的竞技活动。不管是直长矛、传统射箭、女子顶屋竞走、男子传统脚力，还是男女负重接力，都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看体验。比赛状况非常的紧张刺激，整场活动也办得非常成功，让游客留下深刻印象。这里很干净，然后每就是住在这里的人都很热情，然后都很好客。对，他们感情真的都很好，然后凝聚力都很强，大家感情真的很好，就很羡慕。因为一般在都市不会有，比较少会这样和隔壁的邻居互动这么密切，可他们大家感觉真的感情都很好，像一家人。因为还蛮想要体验看看丰年祭的感觉，然后刚好这边有一个联合丰年祭，联合年祭嘛，然后就来体验看看。而且因为他这边整个规划得很好，他有一个区一个区，然后让我们去闯关，就从他们的猎人文化，然后他们的阶级制度，然后小米文化、丰年祭什么，他们都有介绍，所以学到蛮多的。热闹刺激的活动内容不但有知名旅游节目前来拍摄，连选美佳丽也自告奋勇来体验。看他们脸上开心的表情，后悔错过今年的金峰乡联合年祭了吗？明年可千万别再错过喽！东台新闻范耀林黄新平采访报道。